宝宝窝。来看看甜甜有多绊脚。有小伙伴问我，哎呀，你看，有宝宝问我，散养的时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脚下？你可以来感受一下。刚进门就开始缠过来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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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走哪跟哪，跟屁虫一样。今天有点不开心，就想你能哄我一下。十四亿人，我就选了你，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。你每天都想可以快点牵到他的他的手，这条件也是在这他的瑞姐来电来了好几通，又真的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，发现他的手机没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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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力保护好你翅膀上的羽翼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就能有自己的轨迹。轻轻小小每一刻，把小手写下的每一句，不管好的坏的，我们需要亲身去经历。